好的，今天换我了。这只是一支神奇的笔，老婆现在正在外面签专辑，签我们的专辑。我等下就拿这支笔画它，像这样子。但是神奇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了，一支会消失的笔，我们来看看妮可会有什么反应。哇，哎、欸，要签那么多？没有啊，这个卖得太好了。也是，没有啦，有一些是那个节目电台要用的。等一下，干嘛？你全部签错了。为什么我签那么多签错？不能这样签，不能这样签。那怎么签？你手，你手过来。就让我牵着你，就让我守护你。快点啦，还有很多人签完。还有人签完。对啊。要不要签哦？对啊。等一下为什么？这只是一支木马神奇的笔。哎，你的脸等一下就会不见了，去洗一洗就会不见了。我刚好像被乱棒打到。你干嘛整我啊？我只能心里想着你，却不能紧紧抱。烦你！哎，真的很扯哎，走开走开走开啊！